该不会有我们的人。一个都没找到，不可能有这种事哎！我该不会要画上我在躲猫猫系列最大的耻辱？流传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黄石公寓的小帮手，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这次要集体跳班去躲猫猫。那我们这次要去躲哪里呢？宜兰传艺园区。好，那就要配合不动手，我们出发啦！Go！ 我们来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，我们进去吧。Go！ 哇！你开机，你容许我开机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知道。我知道我们跟全联那个宜兰传艺中心有合作，然后我们拍摄是躲猫猫，但没想到是今天。来吧。上一次我们那一集，我们少找了一个，而且最后还是压底线找到。我们这一次不会放过你们。来，既然是山。再是干爸干妈，来我们看一下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，活动时间8月2号到8月24号，宜兰传艺中心。我跟你有想自己一块去吗？你心目中想做的？我们现在要过去的方式有想到一块吗？好，来三二一一起讲哦，来三，确定？你知道想表达什么吗？对，好，我现在想做了吗？来三二一，睡觉。这些员工我不要了，不能去了，拜。Uber，轿车，对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提供你们第六种方式，五节箱啊 ，OK， 好，我来舒服一下，躲在哪里都这个劲啊，他好有干劲哦。汤下车了，我睡了一整路，我的脸了肿到不行，干嘛啦？很多人，我很紧张。当然多人咯，游客有够多，车子停满满的，停车场到处都是车。我们接下来就要地毯式搜索，我们要把你拽出来。那一样呢？按照我们游戏开始之前，只要我们这一集少找到一位小帮手，少找到一个人，我们就抽一个钥匙圈加一个文具组，好不好？就是共量吧。哎，不是，这种东西限量的，说明我5年后、10年后，我就小小的这样涨价一点点，我可以赚个钱。哎，Hello， 嗨。我们拍完，我们正在拍影片。谢谢。好，员工在那边吗？不要跟我们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偷听到。不行，上次影片是这样。可是问题是，现在超级多人在排队。我们身为跟传艺中心合作的人，我们应该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场吧？还是这边其实就有一个人乔装？你仔细搜寻有吗？啊，找到了吗？他躲在水里面。哎，不在那边啊。哦。他们刚搞像垃圾一样，他一走就没人知道，好不好？游戏时间40分钟，需在时间内找到7个人，不会躲在私人空间跟厕所。这个字真的有点丑哎，你们下次要不要换一个会写字的人写啊？好，有点累。对时，现在1:50，所以意思是我们找到两点半，2:30，快，go！我们要切分好，你一半我一半。好，那我们要那个，我们要信心喊话一下，来，信心喊话，来。不是，我们要能够压哦。好，加头。这样吗？加油！好 ，Go！
现在我们分秒必争，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。那个什么冰凉水晶晶，冰凉水果晶球，还有那个花生卷冰淇淋，我每个人都要仔细盯好，每个观众都不能放过。想混入人群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不知道有没有地图哎、欸？因为没有地图的话，我可能对那个范围掌控度没那么高。啊哈哈！一讲地图，地图就来了。现在的位置在这里，我的目标是这样子绕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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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。好，走，出发，事不宜迟。好累，刚开始而已。蓝染，好不好？来跟着我念一次，蓝染。我以前有做过蓝染，很好玩，是一个手作很有趣的一个东西。天哪、啊！冰淇淋会不会躲在这个布后面？这么有一种那种就是玩了 RPG game 那样穿梭啊穿梭，穿梭哎，波浪。吹冷气，吹冷气。这里感觉很适合躲人，因为很多的布。我们去二楼看看。没有，蓝蓝店没有人。我觉得我的脚步要动起来了。再没人，我就敢大声演了。你们是躲人？船呐、啊，他如果在船上，我怎么抓？一直动的话，动态型的我们就比较不好抓。眼睛张开，张开，张开，若听真意。不可能吧？有吗？没有。哎，刚刚我们是有经过蓝蓝，有一区我进不了，这边。然后那几个缸全部都开着，就这个缸关起来。欸，如果你躲在里面的话，你现在出来，你这个月月薪加500块哦。看里面没躲人，还是500块的那个吸引力很低。我觉得我这一条可能是因为太靠近路口，所以他们没有放人啊。像这种，这里长得好像大溪老街哦。喂喂，嗨嗨嗨 ，Hello Hello， 拜拜拜拜。如果我的员工也这样子跑出来找我，那就太好了。怎么找啊？找到我都想上厕所了。河面上，我现在专注看有没有人一直重复坐船。我眼睛，眼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嗨，我在找小帮手们。时间有限，我正在找人，我正在找小帮手。我们刚刚是从那边人群往那走，那我反其道而行好了，我往那儿走过去。哇，有人在表演，想用锐利的眼神扫描观众席的每一个人。配上这音乐刚好。整个包紧紧的，他的脸一直没办法面向我这里，怎么办才好？我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更……哇，他转过来了，不是，确定不是？不可能有这种事哎！我该不会要画上我在躲猫猫系列最大的耻辱？哎，我有电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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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有找到吗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他们怎么躲的？我在来回踱步了好多间店，你都没有找到人啊！你有经过食堂吗？食堂是什么？对，好，没有，我去食堂找，拜拜拜。他跟我一样，现在是战机全零的状态。喂喂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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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耶，一个都没找到，啊！救命啊！你看。是不是像那种老街？不是吧？
哦，有出乎意料。我觉得那边一定要多一个人，我要过去了。到底哪里会有人啊？哲哲刚刚是往这个地方走，我觉得就一样老话那一句，哲哲走过的地方，我还是要去 double check。还是说他们并没有躲在太多跟商业相关的东西？我要开始往一些偏门的地方找了。这不只是在玩躲猫猫，这也可以玩鬼抓人啊！烟雾弥漫的。哇塞，这个哇，这个躲猫里面哇，好凉啊！太夸张了！哇哇哇哇，窜出来，窜出来！经过二十分钟了，我要求救！有电话，有电话，有电话，有电话！拜托，是好消息。啊，你好 ，C 哦。我找不到。我在路易莎咖啡这边。那我跟你是对，刚好是相对位置。我是在路易莎另外一头。我的汗完全用飙的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快步走，因为二十分钟一无所获，很紧张，紧张。好，好，拜拜。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。它是住宿区吗？这边全部都是它的住宿地方。会到住宿区吗？完了，他们说如果到了住宿区，我就会超过。我没逃过，我的天哪！我来回这个莱尔富三到四遍有了吧？我现在来到了渡船头。哦，这边有游船，游船区。不可能给我躲在船上吧？我要生气哦！生什么气？可以告诉我我的员工躲在哪吗？谢谢你的建议。找不到啊！难不成都没有人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怪人，就是躲在哪里吗？那个戴了一个假发，很明显哎。Hello， 吓人呢，我才刚开始呢。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三十分钟我就到第一。你到那个？我真的是完蛋。现在时间8月2号到8月24号有一个爱在夏天夜穿衣活动。哇！李贝基，好，我们做回去 ，OK， 全家人拢来去 ，OK，OK，OK， 大家一起去。谢谢，那我先紧接着抓时间去下一间找人。赞赞，打电话给哲哲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好大的剧场哦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我们的人。喂，你有找到人吗？找到一个人啊。在哪？你在哪找到？我在一个手作植物店，然后找到 Niki。原来所有店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8分钟哎。嗨，你在我旁边哎。那边没了，那边没了。啊，你的背，整个湿的。不行，我们申请加时，我们要加20分钟。我们有条件交换，我们抽一组东西加10分钟。所以以这样逻辑来说，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有人。好的，因为时间剩下5分钟，我跟哲哲申请加赛加时。那既然呢想要自己增加这个游戏时间，就必须要送点东西给各位观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申请的时间是20分钟，所以我们总游戏时长拉到1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目前已经会确定抽出文具组2组跟2个钥匙圈，好不好？大家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该怎么抽奖了。Let's go。这边是什么？啊，饮料店，他把饮料店布置成那种什么中药区，好棒哦！哦，还可以试喝哎，有些什么人参、枸杞、红枣，穿过去。啊，后面还有，好大哦！没有，我最近都没有看到有人，我到现在都没找着我觉得呢，我现在这一条街
我每一间店都进去。因为我这样子听起来呢，我们这次跟传艺中心合作，这边有很多店家是可以手做东西的。我要看到他们有在手做东西，我觉得我就可以进去。状元糕、糖葱，哎，我好爱糖葱。楼下有一个帐篷，为什么楼下会有一个帐篷？没有，好尴尬。五姨婆手作客栈 ，Let's go。是不是可以吃白糖粿？好吃，好香哦！我闻到那个楼上有那个碰糖的味道，哇，大家都在手作碰糖。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可以吗？这里是那个自己彩绘 DIY 公仔，这会有我们家的人吗？好像没有。嗯？躲在这个龙头底下吗？这流体熊，超漂亮的。我的目的。是在搜寻有没有我的熟面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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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参加8月2号到8月24号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。哇，所以这边可以做那个流体熊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我刚刚真的在一两步我就要直接离开了，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布，就忍不住想要翻一下，还好我手就是想要翻。我一股怒气在燃烧。哎，我来到门口了吗？哎，你找到几个人了？我找到两个，我找到一个。我找到宇轩，你在哪找到的？桌子的布底下。桌子的布底下，在开玩笑吗？已经够难了哎。你要加油了，因为你的进度太慢了。拜拜。太难了，拜拜。哦，不知道，我都错过了。哇，很难。我不知道我错过了，有啊。哎，剩六分钟了，五分钟了，怎么可能？啊！我要再通话一次了，我要跟我的通话。哦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，哥哥，拜托你告诉我你找到人了。喂，我们再加个十分钟吧。再加十分钟。再加油！再加油！再用我们的一组，我们现在要抽三组，如果没有就是大失血。好，再加十分钟。好的，我听到哥哥的指令了。哥哥表示他不服输，所以他申请。再加十分钟，所以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这支影片将会抽出三组文具组跟三个钥匙圈给大家。欸，我一无所获耶，超扯！跟着我，这压力也太大了，我一天都没找到。我你看我找到备全师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这放大真的，什么意思？太难了啦！我好吗？哇哇！哎，说找到，我这样才找到一个，才一个而已。好，来。8月24号，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。8月2号到几号？8月24号。8月24号。对，甚至还有十分钟。还有十分钟，加油！好，到3点，3点前还有没有时间再找到一个人？我现在呢，想说绕着这个去走走看，可是我绕过去真的就回不来了。我面临选择，我面临我应该要走这个步道，还是回到商业区？我要回商业区，
如果你躲在我身后的这片广大的湖畔当中，那我就放生你了，抱歉了。至少我觉得我想要找到吴家羊。苏伟跟吴家羊两个男孩子应该是比较偏好找的吧。活动园区的内容结束，所以是可以进去参观吗？偷看一下，所以这边还可以看很多很多的戏耶。啊，真的禁止进入了，那我就 pass 这一区，我要再去前进商店街。太难了啦，为什么会有那种桌子下面？我们怎么知道 哪些可以翻，哪些不能翻？我们刚刚是在桌子下找到的。对啊，我有电话，我有电话了。哥哥没事，一直打电话来干嘛？喂，哎，我找到一个了，然后就是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爱在夏天夜团里，8月2号到8月20号，对，我找到一个了，恭喜，你终于找到了。哎，他就在我旁边。好，哎，我去。哎，你在你后面，在你后面。我们去河边看看，走，走，剩5分钟，快快快快快。哎，不行啦，这次抽太多，我们是真的没有那个，也没有库存哎，不要开玩笑。我绝望了哎。哎呦，差点跌死！干嘛走这啊？这里啊，那边都不能进去啊！等一下，我经过这么多次，这个伪装太好了耶，苏伟，苏伟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这伪装太好了。干嘛？我现在因为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来的时候都有人在排队，现在没人在排队，没有人遮挡你，你就显得格外显眼。我刚以为你没有，我刚才说哇，我躲他好像要经过我超多次的，超多次。我是来参加8月2号到8月24号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的。剩下3分钟，剩下3分钟，我好想找到吴家羊哦。吴家羊在哪？加油！鸭子呢？Hello。哦，今天来考海底。哎，我们可以搭船吗？可以搭船吗？哦，可以搭船吗？可以哈。爱在夏夜。你不要拖我台球，我快走了，我剩2分钟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有2分钟。哥哥找到一个人哦。哥哥找到了吗？哥哥找到一个。在哪？吴家羊在这，在。这边很近，真的很近。哎，他打来了，他打来了。喂。哎，你找到谁了？我找到苏伟。苏伟。哦，那剩下两个了，我找到一张了，剩两个了。我们剩下最后1分钟。有办法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很近耶，很近。啊。剩1分钟。我最后再闯进去一个地方看看。好，拜拜。觉得风景蛮好的。对啊，风景真的很漂亮。风景很漂亮。不可能跟我在树上哎。哇，怎么办？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好渴哦。结束了吗？真的，他说他有看到一个人。时间到。时间到了。哎呦。对，时间到了。好。很可惜。很可惜。我会懊恼到不行的那一种。对。对，真的。你应该看到他有10次了吧？你坐在附近。你在对面干嘛？你应该看到10次了吧？他在捡垃圾哦。对。那是哲哲负责的地方。啊，都没有人？有？不可能吧？你有经过他？我有经过。清清二楚。你有经过？他躲在树后面，然后你就这样绕过去。我其实我这才有可能会在树后面，我每棵树都很仔细盯一下哎。不是啊，我觉得。哇，结束了，我觉得我没有被找到哎。哇，真是。
好的，我们来结算一下，我们到底找到多少人，以及要抽出多少套皇室兄弟绝版的周边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，结算。哲公子，拜韦公子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本公子拜这么一次，拜徒弟啊。本次躲猫猫在我们的宜兰传艺中心，真的是大输特输。加赛三次，所以我们用了三次，所以我们要抽出三组，就是文青组。加上三个吊饰，但是没找到两个人，所以你刚刚抽出五整。我们快没了耶！本集会有十个得奖者的概念，就是你啊，认真找啊！就是我的战绩比较好吧？我前半段真的很惨、啊，你前半段到底在干什么？有理大吉啊！有理你这个，这次呢怎么抽呢？就是大家留言，你喜欢哪一样的独角兽？我们刚刚从刚刚在看那个。有手作植栽，有碰糖，好吃。你随便讲一个，蓝蓝吃的、玩的或工艺随便你。然后最重要是留下 email， 不然我们根本不知道联络是谁。也可以像我们一样穿上一下美美的服装来这边拍照，你也可以穿这样子去游历大街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都已经听手了，八月二号到八月二十四号。没错，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，刚刚到前面看到的每一天都有各种不同的活动等你来参加。光这儿就是，我觉得两三天逛不完，每个都体验一下，每个都玩一下，每个都玩一下，就不管是情侣啊、朋友啊、家庭啊。也可以像我们一样，我刚刚超出范围，没人跟我说你我住宿绕一圈哎、欸，害我也跟着去。住宿圈蛮漂亮的，你也可以穿那样来这边玩糖葫芦，糖葫芦，你好适合哦，糖葫芦，其实也蛮没羞耻心的吧。八月二号、八月十四号，爱在夏天夜传艺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感谢全联。